作为全球家喻户晓的品牌，假日酒店明年即将迎来成立70周年纪念。品牌日前在全新开业的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假日酒店举办了大型路演活动，庆祝传奇品牌的重焕新生。假日酒店全新开放式大堂设计，将工作、社交与休闲活动空间融为一体。无论是出差途中的一人小憩、三五好友的聚会时刻，亦或是周末假期的亲子互动，都可以轻松实现。全新推出的 High One 全日餐厅引入趣味餐车设计，邀请宾客在酒店品尝美食佳肴时收获自在惬意时光。全新一代假日酒店选用英国时尚家居品牌 The White Company 洗护用品，全面升级宾客礼遇。假日品牌同时升级酒店员工制服，以全新面貌欢迎每一位宾客。假日品�牌今年已在上海连开3家酒店，分别位于南京东路商圈、临港滴水湖和崇明东滩。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假日酒店是假日酒店品牌在华首批全新一代旗舰酒店。焕新开业后的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假日酒店，依托南京路东拓所带来的商圈升级，将吸引更多国内外商务和休闲旅客住在南京路、吃在南京路、玩在南京路。